手，他要唱冬眠。好，就说吧，我在流行乐坛也是有一席之地的人。我遇到瓶颈了。这种人竟然坐在评审席，为什么？地上歌手带来冬眠。传说在回忆之间，解开包裹是你的话。我告白天，托你老改。发现我们已经疏远，卖产品机啊。只剩。放在屁股上面，人家紧张了。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，应该是又毁了一个人的一生。你好，你好，是个漂亮的妹妹呢，叫什么名字？有你啊，有你。哦，你是网络直播上还是做什么？哦，没有，那个是我是风神无双的演员。哦，对，人家都把她当做乡民老婆，那网络上呢长得真。网路就替代马路嘛，马路上漂亮，网路上他还用讲吗？是不是？啊，你当时是 cover 哪一首歌啊？对，冬眠，你就 cover 冬眠。所以我说改变了他的生命嘛，所以一首歌等于毁掉一个。对啊，不会，也是长得漂亮，做什么事都是对的，对不对？在我听来也是美若天籁。是，他刚刚放了个屁，哎，还有果香哎，那叫果子狸吧？来，丁小老师你怎么看？虽然这个歌声我们觉得是有一点点勉强。但是以他的外貌身材而言，进演艺圈绝对是没问题的。他已经进来了。然后我要说一件很重要的重点，请说。我们今天听音乐听歌呢，也是希望得到某一些情绪的满足嘛。他虽然歌声呢，我觉得是稍微勉强，画面舒服，对啊。但是我们看了就觉得很开心啊，娱乐性，娱乐性很棒。乡民网民也是看得很开心啊，蚂蚁得饿啦，觉得有他的一席之地。这一段可能是收视率最高的一段。就是我们谐星存在的原因嘛。目前，如果你发片了，你每一首歌都不在那个 pitch 上，那就厉害。我就去买你的专辑。谢谢，听到讲都讲话了。没有看到。你如果十首歌每个 pitch 都不对，对不对？我大胆的，我就颁给你金曲奖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是一般啊。关你什么事？有你是在那个风神无双，对，在那个环境里面，你怎么可以全身而退啊？大条男。我也没懂过嘛，卡古啊那些，对啊，他们人都很好啊，真的，他都没有，他们长那样人还不好，要怎么活？有道理。所以整个外貌取胜，身材也很棒，胜，歌声完全是撒手人寰，可以啦，演戏一定有一片天。你可以走极端，看出来，走极端，真的走极端，对，其实可以用一个组合式的出发，哎，会红。组合歌声稍微调整一下，比如说怎么讲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哈，你站在台前，对，然后你好好把你的仪态各方面身材弄好，哇，曼妙都弄得非常好的一个状态，对。然后你请一号阿超在后面出声音，有看头哎，那个会想要吗？会想听哎，对。
他看起来不会像，可以，他看起来不会像妖怪吗？不会哦，不会。来来，你唱一唱，赶快对两画面多舒服。来来来来，直接唱。就让我逃进画面在那里，画面世界里。好棒，好棒哦！谁说我的不清醒？买了买了。拥有美好的梦境。至少占有你片刻的思绪。Bravo！ 赢了吗？赢了吗 ？Unbelievable！ 组团，组团好，组团。怎么啦？所以人家说我是演艺事业的魔术师，有没有？对呀。今天又创造了一幅画出来，好吧？来，你坐到那个位置，红色那一边。哎，我们等下红，不是上面红了，这个底下，你要坐露露的位置，你坐到露露的位置。对对对。你坐白的那边。你准备。坐。好了，先坐了。OK。